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参加月亮杯的预赛吧。始了，埃尔辛哥好像在发表赛前的演讲呢。各位选手与观众，月联杯驯兽师大赛即将正式开幕，我由衷希望各位能在这场比赛中找到乐趣，有所收获，同时也请各位在比赛中保持一颗纯粹的竞技之心，友善的比拼，尽力而为就足够了，不必太动气，斗个你死我活。我一直在寻找人与危险生物和谐共处的方法，而你们手中的意志宝珠让我看到了可能性。希望这次大赛能向更多人展示驯兽的潜力，为将来的世界提供一种规避冲突的措施，使人们在野外活动时更加安全。原来如此，埃尔辛哥是为了这个目标才愿意出让自己的资产吗？感觉他很有理想呢，相比之下那个考特里亚就有点由衷感谢埃尔辛根先生的发言，接下来我也简单说两句。各位驯兽师，你们手中的意志宝珠是划时代的产物，凝聚着教令院几百年来的技术结晶，它的伟大之处有九点。考特里亚，大家都跃跃欲试呢，眼下不必解释得这么细致。有机会的话我再给各位说明吧，你们在比赛中肯定能感觉到它的先进，信任你们的意志宝珠，尽情去比拼吧。完全是个技术狂人呢，不管场合自顾自地发表观点。还好埃尔辛根先生很会看气氛，没有让他耽误我们的时间。预赛总算要开始了，我们好好迎战第一位对手吧。没想到预赛的对手看起来这么普通，来吧，就让本小姐用华丽的快攻打败你们。不用紧张哦，东东小圆嘛，只是预赛的对手而已，把他们当成踏脚石就好了。
我的风速攻势居然输掉了，大家快撤退。我觉得指挥驯兽和别人比赛的感觉很特别，很有意思。不过刚才的那个驯兽师和驯兽们的配合也挺不错的，简直和我们俩不相上下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我是说对方好像和驯兽形成了一种流派。如果我们能和东东小圆帽配合得更自然就好了。我希望我们一个眼神，东东小圆帽就知道该做什么。这就要仰仗伙伴间的默契了。神子还有莱伊拉，你们的比赛还顺利吗？没想到转转悠悠兽和蘑菇伙伴们这么厉害，两三下就打垮了对手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回到赛场时，我看见八重小姐的对手丢了魂似的逃走了，正好八重小姐打算和你们商谈要事，我就跟着她一起过来了。小莱伊拉顺利战胜了对手，左右家也首战告捷，略胜对手一线。我倒是有点遗憾，对手完全没让我尽兴呢。现在只是开始嘛，如果预赛的对手就超能打，这场比赛未免就太难了。不过说起来，神子打算和我们商量什么呢？哎呀，派蒙，你进步了呢，已经意识到了我要提醒你们的事。今后的对手会越来越强，我们可不能松懈啊。不如就借着赢下预赛的气势，和驯兽开展特别修行，加强与伙伴们的配合吧。很有先见之明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，和蘑菇伙伴们开始特别修行。这里风景不错，空气里有一股雨林的香气，还足够僻静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。我们可以陪着驯兽尽情玩耍，休息的时候就来享受须弥的特色美食吧。好耶，吃零食吃零食。等等，我们不是来修行的吗？难道神子在这些零食里加入了特别的配方，能让我们和驯兽伙伴心意相通？就算我有那种神通也不能滥用吧。我只带了一些普通的果干和点心，也许你们以为我会给你们准备一场魔鬼训练，但那种事对你们完全没必要。相反，一直紧绷着弦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事物呢。既然要和驯兽培养感情，就该把他们当成朋友来对待，留下快乐的回忆嘛。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是更重要的默契修行。假如小家伙只想着让你变强，逼着你练出石头般的肌肉来，想看你一拳打飞秋秋暴徒，你会开开心心的听话吗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如果你敢做那种事，我就三天，不对，我就五天不理你。你看，你和小家伙的交情这么深，都不想被他强迫着锻炼，何况是刚刚认识不久的驯兽伙伴呢？完全被你的逻辑绕进去了。八重小姐的想法属实在理，我也想看看，如果关闭了意志宝珠，或是宝珠出现故障，蘑菇伙伴还会听我们的话吗？朋友之间都是慢慢熟悉彼此，才一步步达成互相信任的。我不能总是依赖道具去和转转悠悠兽沟通，这样多少有点命令他的感觉。哎呀，
纯粹的情感绝不能依靠身外之物来维系。小莱伊拉的想法还真是经典。可是这就等于解除了对驯兽的控制，真的没问题吗？尽管试试看吧，小莱伊拉，不用担心，我和小家伙们会帮你的。好，请大家做好准备，我要开始了。真的哎，关掉了一只宝珠以后，转转悠悠兽只是自顾自地活动了起来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攻击附近的人。或许一只宝珠能让驯兽们的性格变得平和，以便搭起沟通的桥梁，而不是凭借某种技术强行控制他们。如果这个假设属实，小莱伊拉的期待就有望成真了。你们和驯兽熟悉彼此后，不使用意志宝珠也能毫无障碍地沟通。还是神子说得好，什么神秘技术都靠边站，这个假设我更喜欢。我会努力的，我要了解转转悠悠兽的喜好，然后去找一位全能商人，买很多他喜欢的零食。那我也要和原本的东东小圆帽交流，我们也试着关掉意志宝珠吧。转转悠悠兽想去那边玩水，旅行者派蒙和八重小姐要带着蘑菇伙伴一起来吗？你可得留个心眼，站在水里时别离百灵遮罗太近，否则可能享受到特别的腿部按摩服务哦。你不说我都快忘了，我们应该让东东小圆帽体验一些新奇的事，比如带着他爬树，去树顶看风景。那莱伊拉、神子，你们先去吧。东东小圆帽以前在水边生活，应该对玩水习以为常了。我们想给他换点花样。原来如此。之后我们就在这里碰头吧。希望你们也玩得开心。东东小圆帽，你想玩什么都行，可以和我们说哦，我应该能理解你的意思。居然不理我，我要给他塞好多好多好吃的，努力和他混熟。救命救命啊！这和说好的不一样，驯兽怎么这么凶啊？你听见了吗？好像有人在呼救。不对劲，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怎么是你们？海尼耶，你救下了那些孩子？碰巧而已，那几个孩子想模仿参赛选手，结果被野生驯兽围攻，还好我听见了动静，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。这也太危险了，他们怎么连一只宝珠都不拿，就冒冒失失靠近驯兽呀？不怪他们，以前我也被驯兽可爱的外表迷惑过，好在我还牢记着家族的教诲和祖辈们吃过的苦头，没有贸然接近他们。大家原本都明白驯兽是危险的魔物，但最近人们被月莲杯影响，慢慢对驯兽放下了警惕心，这是埃尔辛根考虑欠妥的一点。我会让这场闹剧尽快结束的。一只宝珠非常适合大规模绞杀驯兽，等到我夺得了冠军，就能随意支配这些道具。你在说什么呀，海尼耶？什么闹剧？什么绞杀驯兽？
你在火焰面前说出这样的话，就不怕伤他的心吗？你不也参赛了吗？还主动给过我们吃的，明明也乐在其中吧。假如火一能意识到同类犯过的错，想必也会支持我的。可惜他无法理解人的情感，他只是被道具控制的棋子。至于教导你们的理由，你们不也意识到了吗？我只是看中了你们的实力，想要让你们协助我实现自己的目标罢了。现在你们居然在为驯兽辩护，你们已经沉浸在这场荒谬的游戏里了，配不上黄金流星和白银半星这两个响亮的称号。啊，别走呀海尼耶，我们刚刚还关闭了一只宝珠，在和驯兽们一起玩呢。哎呀呀，还真是一位性格鲜明的角色，言行中的执着也恰到好处，我嗅到了有趣展开的味道。神子、莱伊拉，你们也被呼救声吸引过来了。刚刚我们还聊到了他，小莱伊拉说，海尼耶是你们参赛之初的引路人，但在你们遇见小莱伊拉后，他又突然离开了。现在看来，原来他是个经典的迷途角色，因为某些个体犯下了过错，就把矛头指向整个群体，要将对方彻底抹除。在迷途角色看来，这还是最有效最稳妥的办法呢。暴躁的驯兽确实对环境造成过破坏，可是也有一些研究理论说，他们只是遵循着自己的本性，和野兽没什么区别吧。这个物种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，一下子把它们全都除掉，反而不知道会对雨林的生态造成什么影响。莱伊拉说的对呀，做事不能太极端，不管海尼耶经历过什么，我们都不能看着他胡来。拦在他前往冠军的路上，你们的反应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呢。听说他是大赛著名的种子选手，实力异常强劲，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神子，你带我们过来的目的不就是要让我们和驯兽伙伴彼此熟悉，配合得更好吗？等等，难道你一开始就料到了这种事？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反而会有些无趣吧。这次你们和海尼耶意外相遇，反倒给了我不少惊喜。今天的修行先到此为止，预赛应该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去了解之后的赛程吧。好多人围在一起，好像在看什么东西。听说主办方准备了好几块留言板，让观众们自由发表评论，互相交流。这种办法确实能提高大赛的讨论度。那我和转转悠悠兽也会被大家讨论吗？要是这段经历也能被用在论文里就好了。我觉得很合适啊，听说写论文要引用很多资料，这件事很让人头疼。现在莱伊拉自己就是提供资料的人，怎么高兴就怎么写。派蒙的想法真好啊，可我是明论派的学员，只有生论派的论文会用到这种资料吧。莱伊拉也可以向生论派学员提供资料嘛，说不定还可以赚一笔魔拉，呸，是资料费。
摩拉倒是次要的，不过作为交换，可以请申论派的学员查阅高级文献，搞清楚转转悠悠兽的同类都喜欢什么。缩小了调查范围后，我就轻松多了，不然我可能要买几百种东西，每样都拿给转转悠悠兽尝尝看。光是想想我就要累昏了。还有这种思路，莱伊拉真厉害呀。那东东小圆帽的型号也麻烦你留意一下啦。我一定尽力，回去之后我就写信托人送去厄弥利多学院。小家伙，32强赛的对阵列表公布喽。哎，下场比赛居然就要和左右佳小姐对决了。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了。干嘛这么高兴？你就不怕你寄予厚望的作者被我们打败吗？那八重堂的虚弥之旅就会草草收场的哦。千万别客气啊，我从没要求过左右家夺冠，没准被你们打败后，左右家还会因此顿悟呢。毕竟一帆风顺的经历可能让人们变得固执，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，有时挫折反而更宝贵哦。不错的反应，我很期待下一场比赛哦，等你们的捷报。